哎，肥面，你手上拿的东西是什么啊？是小喇叭吗？你会吹小喇叭？会呀，有个高手教我，只要十分钟就会了。十分钟就会？到底是哪个高手教你啊？十分钟就会？哎呀，听我说吧。有一天我在天空上飞，然后呢，在高速公路上看见他的车子抛锚了，我飞下去帮他，在他车子里面就看到这一只小号咯。他看我很有兴趣，又愿意帮他移车，他就教我啦。啊？可是你头脑那么怎样？秀逗，手指又肥，不能按到按键，而且你有嘴巴吗？你会吹小喇叭哦？可以改造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你在骗我哦？你是不是把小喇叭塞到头里面，然后做几个假动作？你骗人！那个高手到底长怎样子啊？你用你的那个秀斗脑袋秀给我看一下。我先吹一下吧。好，你先吹一下，你先吹一下。不要再吹这首了，这首有点腻了。哦，是到底是哪个高手教你吹这个小苹果？好，搜寻 Facebook 照片资料，符合高手资料，播放中。是谁？啊？我看清楚一点，这个带粉红色蝴蝶结还在那边装哭的，这个是高手。对呀、啊，他很厉害的，好吗？他很厉害，好，说来听听。是吼，我帮他把车移到高速公路外面以后，他就不理我了。哦，为什么他翻脸跟翻书一样快？教你小喇叭，结果后来不理你，你说来听听，我帮你评评理。好，搜寻 Google Map 资料，符合高速公路 Highway。播放中。哈，这么高的高速公路，你把它丢下去，它当然不理你啊。哦，说到高速公路，我就想到 Highway。那个，听说那个高手等一下还有鼓号乐队要表演呢。你现在把它丢下去，它爬得起来吗？哦，这样鼓号乐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表演。我们先来看看高手有没有准时出场表演好了。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鼓号乐队所带来的《Holy Highway》。